看这一题，这题他说有一个等差级数，首项是2，公差是6，若已知哈，它级数的和是140，那他问他说有几项，然后末项是多少？好，首先我们代公式啊，这个呢，级数的和140哈 ，SN 等于多少？等于那个二分之这个首项加上呢末项哦，不过他没有给你末项，他给你那个首项跟公差，所以可以带这个二分之 n， 二 a 一二乘以二，加上 n 减一 d，n 减一 d，d 是六，那二可以约掉。二三得六，所以这样等于多少？这样是 n 啊，那乘以多少？这是三 n 减三嘛，减三加二就减一，三 n 哦，减一，所以是等于三 n 平方减三。好，三 n 平方减三 n 等于140，减三 n 啊，三 n 平方减三 n 等于140，我把它移过来，移过来以后的话就得到什么呢？3n 平方哈，减 3n， 啊，减掉140，等于零。那我们看看能不能教它相乘。31，这7可不可以？7也是20嘛，可以啊。21嘛，不对啊，减掉 n 才对，减掉 n 才对啊。21减20刚好是那个。这是减还是加？哦，这是减的哈，负21嘛哈，加20，刚好是负一啊，所以这个可以因式分解成3n 加20，它乘以多少呢 ？n 乘7等于零，所以 n 的话呢等于7项，啊这个是三分之负20不合啦，因为 n 是正整数。所以 n 等于7，哦，总共有7项。那 n 的话呢，就是 a7 啊，就是那个 a1 加上 n 减 1d 嘛， 7减 1d， 哦 ，a 是2嘛，加上6乘以6 38，所以呢末项是38，总共有7项。